般呢，我买菜是不会在超市买，因为我感觉超市爸妈爱吃海鲜，我觉得超市的海鲜呢，一般是养殖的，不是野生的。爸妈的嘴特别挑啊，那我一般会去楼下的经常买的菜市场去寻找一些比较好一点的食材。这个是什么？枸杞叶吗？这个怎么卖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野生的吗？他们应该到家了，你摸开。看上去可能没那么好吃。想吃什么？这世界很酷。